为了训练自己拼装模型的实力，特地买回来了三款高达。虽然没怎么看过动画，可挑回来的这些应该都是近几年比较热门的机体模型了。水星的魔女中主力机风铃高达 ，W 五小强最后压轴登场的张武飞神龙高达，还有这个新手入门的 SD 系列。别问我为什么选他们，对于我这种手残党来说 ，HG 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。还是先从小的开拼吧。两包玩件，一张说明书，果然是最适合小白入手的版本，看着也没什么难度啊。四个板件，四种颜色，拿出我的装备干活。先用剪切把组件们都取下来，修剪一下水口的毛边，按照颜色区分开，说明书就位。整条机械手臂也没用上几个组件，不过还是有点小看了它。我竟然花了整整一个小时，好在成品的效果还是相当惊艳的。除了这贴纸，实在有点难为我这个菜鸟了。这么拿着离远看就没问题了。放好，再来看看这个花了9年时间才。MG 高达